现时主力教授瑜伽同专注做 KOL 网红等工作嘅林千羽 Coffee 社交平台账号拥有超过100万人嘅 follow 追踪，相当之犀利啊！而日前佢就获邀出席2023香港社交媒体风云榜嘅活动，更加获颁十大风云人物嘅奖项。佢特别感谢网民俾佢嘅动力，同埋亦都同我哋分享佢嘅新计划啦。都真系网民俾我嘅动力嚟嘅，有时候佢哋成日都话啦，即系我带住佢哋做运动，俾好大嘅动力佢哋。其实佢哋都俾好大嘅动力我去 create 更加好嘅一啲 content 俾大家去睇。咁我希望嚟紧即系同大家会越嚟越 fit 之外啦，我哋嘅 mindset 我哋谂嘅嘢都会越嚟越好咯。咁啊，嚟紧今年有啲咩计划或者自己有咩动向嘅咩？咁嚟紧我自己品牌都会开实体店啦。咁嚟紧我自己YouTube会尝试更加唔同方面嘅，除咗运动之外啦，会更加多系讲嘢嘅片啦，可能分享啲唔同嘅资讯。会唔会都想拍戏咁啊？唔会，暂时冇谂啊，因为即系拍戏比较困身咯。